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本场新闻发布会。时间有点稍微的冲突，大家还是赶过来，非常感谢。再次感谢来到蒙特利尔这个会议室的各位媒体朋友，感谢 CBD 团队以及技术团队，让这一切都成为可能，非常感谢。我叫 Matthias Cetis，我来自 IUCN，也就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那今天我们将会跟大家展示关于这个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我相信大家对这一点已经不再陌生了。当然，我们有一些工具，包括针对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追踪，包括我们会把一切的信息公布、汇报、公告于世。接下来15分钟时间，我们会有两位物种的相关的专家进行分享，当然之后会准备时间给大家来进行发问。首先，Dr. Chen Smart 在我右边，来自 IUCN，他来自科技数据中心，他也比较熟悉这个数据收集的工具。Dr. Smart 在我的左边。他也是我们这个濒危物种生存团队的专家，他也是 Cordio 非洲的这个创始人。那么，我们想分享一下这个红色名录相关的背景，到底跟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全球生物性框架相关联的地方。然后我们会看一下网上的提问以及现场的提问。非常感谢。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见到各位，谢谢你们花时间抽空过来。我们看一下 IUCN 的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基本上来讲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相关的情报去收集相关的数据，这也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非常全面的关于动物相关的物种的保护所收集的名单，这个名单不仅仅是一个名录，单单也是一个非常黄金准则的一个信息，能够让所有的物种连接起来，不管这个物种居住在哪里，栖息在哪里，那我们到底如何去保护这些动物，如何去采取保护的措施，如何去恢复这些物种的重归？那今天我会来强调一些。在这个海洋生物方面的濒危极危的一些物种，那么我将会用一个 scary 这样的单词，恐惧，令人震惊。那目前这个海洋生物，我觉得这个海洋生物呢濒临灭种。我是一个科学家，我觉得这真的是针对海洋生物来讲的话。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面临渔业的包括这个污染，包括犯罪，还有疾病以及相关的天气变化带来的挑战。在全世界呢，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裕，那其实我们人类大部分都是依靠于这个海洋生物的，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海洋生物被大批杀害、捕杀。那今我们人类带来非常大的沉痛的一个代价。那我想我的同事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信息。谢谢 Jane 的报告，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是的，我叫 David Abura，我也是跟 A 一起工作，我专门管理相关的这个稀缺物种。今天我们有一个清单，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么这个清单其实也是跟我们的一些包括海洋生物，包括相关的生物物种，也就是全星球上濒临灭种的一些物种。刚刚我同事也跟我们讲过了，关于一些珊瑚物种以及相关的物种，将近70%这些物种呢，在星球上都在濒临消失、濒临灭绝。那么因为天气变暖以及相关的人口的人类的一些活动以及相关的污染带来的非常多的危险。那天气的变化呢？那的确呢，也给这些物种灭亡带来非常大的变化和影响。比方说，我们的珊瑚物种，我们做过在12年前做了相关的研究，我们也有相关的科学
数据收集在手，我们也可以去进行本次的提供，我们知道未来这个濒危的这个物种呢越来越多，在过去我们收集的数据当中也表明了这一点。我们针对这一切，我们应该采取哪些行动也越来越清晰。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加勒比海的，大家看到这个珊瑚Pillar Coral， 这是我因为我有在迈阿密有看过，那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物种，基本上在过去40年越来越濒临灭亡，那主要是集中在加勒比海一带。那么因为来自新的一些疾病的出现，包括4年前的一些疾病，包括这个 Coral Tissue，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名字。这个疾病因为微生物的原因带来给环境的变化，以及四年带给这个物种威胁，都是因为加勒比海环境的变化。那我们还有这个易危的物种，包括08年开始我们也看到很多濒危的物种，因为疾病的原因，因为社区发生，那么也看到这个物种从900到100米的这样一个变化和濒临灭亡。那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这样的物种我们肯定要采取相关的行动，否则的话可能未来就看不到这个物种了。那真的是也强调我们这一切压力，包括污染所带给这个过度渔业、过度捕杀所带来的这个变化，以及加上天气变化带来的挑战，包括我们针对这个珊瑚物种呢，真的是要采取相关的措施，我们来处理这些威胁，来保护海洋的清洁和保护这些全球系统以及全球的这些生物多样性，来保护这样一些珊瑚的物种。这个 coral 这个相关的珊瑚物种，它在这个海洋生物中以及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来保护它们。好，先交还给你，谢谢你 David 你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说一下关于我们做的洽谈和协商这一块，目前正在进行哪一些呢？我相信大家也了解到，这是一个全球的危机，正在海洋当中发生变化，而且在我们的这个陆地以及淡水湖带来相关的变化。那我们有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们也在此一起能够拿出务实雄心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处理相关的海洋的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生物、海洋系统。那么这个相关的物种也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丧失了这个生物多样性，我们没有这样一切的支持的话，我们人类将无法在2030年跟环境达成和谐。我们必须去保护30的陆地、30的海洋，能够去保护我们内陆，包括我们的水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我们都需要去拿出保护的措施，我们需要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由正确的人来进行管理，能够去保护这些生物多样性的物种。那我想这个 Red List 红色名录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会议的链接在哪里呢？其实我们不光是保护物种啊，我们全球生物性的多样性不光光是保护这个物种，还有哪些其他的呢？还有哪些其他的行动我们应该采取呢？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我觉得正在发生的是有关于我们的责任心以及我们这个相关的制度的制定，任何的一切不光光是保护这个物种就能够达成的，不光光是靠这个举措。除了30-30的这样一个目标，包括我觉得这个目标会应用到很多的地方，不光光是保护整个星球，不光光是保护我们需要保护的区域。回到这些物种，我们所提到的，我们也非常呼吁一切的物种，包括我们提出相关的目标能得到保护。与此同时，我这一切听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需要制定相关的可行的目标，我们也希望制定相关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化以及相关遗传资源的相关的目标。听起来不是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必须有目标，我们必须要有雄心，必须要有务实。我们有这样的缔约方都在此，
我相信这也是涉及到政治的一些意愿来达成该目标。谢谢，谢谢 Jane 跟 David 的分享，以及你们的见解。我们在提问之前，我们在新闻发布会当中，我们会把相关的更新，跟大家讲。但是这些物种呢，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关于物种的一些问题，可以找到我，可以发邮件给我们媒体的相关的联系人。我们还有相关的一些特定的物种的一些专家可以回答大家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问到我们现场两位专家的问题，如果回答不了，我会把问题带回去给我们其他的专家进行相关的回答。我们先看一下房间里的记者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网络上的问题。我们前面有遇到一些网络的媒体的一些技术挑战，但是我们先来听一下现场的，请说一下你来自哪个媒体，然后再进行提问。另外，你可以用法语跟英文进行发问，请说。我叫谢科乌瓦，我来自新德里。那我是来自这个新闻网，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些关于这个物种丧失的一些特定的一些数据呢？在过去12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比方说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请问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特定的数据呢？是的，我们可以分开来，我们可以按国家来进行分开。分开来，或者区域来分开来，你这样的红色名录，你如果指定这样的国家或地区，我们是可以提供的。是的，我们是肯定的答复。我们可以针对整个星球进行差异化，提供相当于区域的数据。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边会，就是我们有一些其他的边会呢，我们可以具体的探讨一些会后的特定的物种，你所感兴趣的信息。早上好，我叫戴瑞修 William，我来自一个电台，我也是非常关注这个项目。我想跟 David 博士关于加勒比海的这个珊瑚物种，那么这个研究我们目前取得的相关的研究程度，研究成果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是的，感谢你提供这个问题。是的，Jamaica 是我们这个全球研究的一个部分。我们做这个研究的一个部分，就是去从全球的标准来进行针对这个陆地的物种以及加勒比海的物种进行研究。我们已经在区域内对这些数据进行汇总，而且我们有相关的专家能够去分享这些信息。建刚刚也说了，这些信息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指定你相关的物种的名称，你可以获取相关的更详细的一个信息。每个国家都有涉及，包括 Jamaica 这样的国家，我们有相关的文件可以提供。所以这一点呢，的确呢，我们可以帮你去通过这个文件来找到当时发生的一些具体的条件和情况。我叫 Santa Regas，我来自秘鲁，我在这个国际机构工作。请问你们在跟政府、跟非营利组织工作的时候，我想知道的是，你说在未来你所需要跟 NGO 以及非营利组织达成以及政府达成的合作。对不起，请问你的问题是提供 David 还是提给我？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对吗？好的，我就想确认一下，是的，是一个普遍的性的问题。不好意思，能不能重复一下问题？就是在未来看到什么样的一些风险或者这个事实，你们是在和 NGO 工作还是和政府？那我们有一些的组织，有一些的机构，有一些科学家，一共超过有15000名科学家，他们志愿提供他们的一些知识和他们的见解，来去帮助我们去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希望和这个保护的一些联盟，以及全球关于保护的一些社区，包括公民社会来携手起来，希望去能够携手去推动，去采取一些行动，来对于红色名录里
面的濒危物种进行保护。那其中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不会深入去讲，但是我想简单的谈一点，就是我们在说到物种的时候，我们在红色名录里面的这些物种，那我们的保护工作肯定是保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需要去扩大去推动我们的这些行动，让它覆盖到更多的范围里，去覆盖到红色名录里的所有的濒危物种。而且这些的物种的恢复的工作呢，是应该由我们这个 IUCN 的红色名录里面的信息里面去提供一个指导，来根据这个去展开保育的工作。所以未来看起来是确实工作是非常棘手的，但是我们现在手里的这些信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些数据和信息了，知道有哪些的动物应该去保护，哪些物种需要去采取行动。所以看到这些信息，他们都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指导，那只要有合适的这些资源和人的话，那我们就很可以去携手的去保护这些物种。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在记录到的这些物种呢，我们在加勒比地区我们做了一些衡量，做了一些评估的工作。我们的科学家他们用一些数据来采集了数据来去做了一些评估，那也和 NGO 还有一些政府以及公民社区来协作来采集这些的信息。那么我们用的这个网络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多方的这个网络来去做一些物种评估的工作，那这是我们在这个工作里面去展开做的。好，我想用法语来问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更多的一些细节，海洋物种。那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对于我们这个海洋生物的物种方面有一些研究的结果，能不能具体的介绍一下？非常感谢您的问题。那我们对于海洋物种所面临的这些威胁是什么？想要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进行一个新闻发布啊，但是我们确实有做了一些这个相关的工作。那这在这个就是鲍鱼方面呢，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由于污染还有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这些海洋风暴。那在我们所做的这些评估呢，就是我们去单独进入了一些像54个鲍鱼的品种种类，我们看到都是面临着濒临灭绝的威胁。那还有一些物种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是一些这个犯罪的偷猎盗猎，那还有一些国际贸易的一些驱动，所以看到对于野生物种的这个犯罪呢，是也就像贩毒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贩人口啊，人口贩卖啊，或者武器贩卖这些一样的，都是造成了这些物种的灭绝和威胁。那还有一个就是呢，全球热浪的威胁，我们看到在最近的一些年头呢，看到这些物种由于气候变化和海洋风暴的这些，也是继续恶化了它们的生存的环境，让它们的生存环境呢更加脆弱。那包括一些热浪呢，也是剥夺了它们一些食物的来源，还有包括农业的一些径流，还有就是海藻的泛滥，这些呢都会对物种的造成威胁。还有就是一些毒素，就是这个船由于这个涂料所带来的一些化学的毒物，也对他们的环境造成了威胁。好，感谢。想问一下 David， 想问一下这些物种和人类的活动的关系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预防这样的威胁和濒危的继续发展的趋势？
那在全球的框架之下，怎么样去进一步的采取保护？想问一下这个标准的一个就是标准，怎么样去衡量这些种物种保护的成功与否？感谢您的问题。那有很多的微生物还有珊瑚这些疾病呢，是因为海水的环境的变化。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些微生物，我们经常会发现有很多陆地上的这些塑料或者说土地的一些这些微生物也会流入到海洋里面，还有包括一些港口啊还有船舶的这些活动会带到水里面，海水里面，所以这会带来一些这个疾病，或者珊瑚呢出现了一些这样的疾病或者症状，所以它是对跟微生物的一些从陆地上来的是有关的。那还有珊瑚礁的这个疾病呢，也是比如说像那个南佛罗里达的一些这个污水排放的活动会有关，所以还有包括一些污泥、沉泥，还有从工业活动中排放的一些化学物质有关。那还有包括就是会影响到加勒比海区域的这些潮流，就是海流。那还有呢，就是人和环境的这个关系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微妙。那看到有很多海洋疾病的发生，这是很多科学家们去研究所发现的。您的问题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成功与否的标准。那我们的红色名录呢，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来去追踪和监督，就是生物多样性不同时期的一些变化以及它们的状态。所以用这个红色名录呢，我们可以去持续的追踪在是否有一些新的物种的一些变化，或者它们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以及说这个不同的物种种群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变化。那在我们不管是生物多样性大会还是其他的关于一些生物多样性的一些机制，还有我们都有一些数据，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来去监控这些生物、这些生命的这些状态。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是去衡量的。那我们的最终希望达成的目标呢，是希望就是在2050年濒危物种的种群呢是降到零。那我在2030年希望能够降低20%的物种的损失。那这样的话就是确实需要采取很多的保育的行动，刚刚我也提到，而且呢我们希望有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框架来去约束和监管我们采取的行动。感谢见我们网上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会场，大家如果有别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关于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生态系统好像比其他的生态系统受到的威胁更大。那确实海洋生态呢比这个陆地生态更大，要大很多。所以我们看到气候变化呀，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些对于地球的两部分，北半球和南半球，还有包括一些这个物种，海洋物种，它们移动呢是更快的。所以感谢 David。 好，我们这个房间呢还有下一次，还有接下来还有一场发布会，所以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与我们联络，非常感谢。A view that you can filter by